这几天我发现您在语言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，是吗？而且据传说啊，也不哪这么多传说、啊，他们跟我说天妈会模仿很多的声音呢、啊。老话说得好，遇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？现场比试一下，给你们几个人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咱们这样啊，小四是我们这里的科学家，题目非常的多，今天有准备没有？有，我说一个啊，来什么呀？咱们学一回。愤怒的小鸟，这怎么样？辽宁管它叫急了眼的家巧。急了眼的家巧。哎，谁来学？我先学。好，我们先愤怒，小四学小鸟。这是关在家里的狗。愤怒的小狗。愤怒了。到没有？绿猪。这就。我要不学这绿猪得了。其实小鸟不用学，你不用出声音，你表情上表现出来就可以。你看我这脸，哦，我这是愤怒的老鸟，我这个。您这是那个就是猫头鹰。头鹰，您是值夜班的，这想象力太丰富。这个天妈给我们模仿一个吧，啊。我给你模仿一个那个三打白骨精，你看过没有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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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白骨精，不是学李莲英，学的挺好的，真的太棒了。那学他这个蓝鲸里面那个格格巫，就是格格巫，格格巫，我喜欢从烟雾走出来的感觉。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有一个郭德纲。啦啦啦啦啦啦，郭德纲每天吗？我记得那里面有那个哪个大怪兽声音对吧？我就记得那个声音。大怪兽你也可以。对，我可以学大怪兽，你听听啊。学大怪兽，这个大怪兽要吃唐僧啊。还是白骨精。来，我是大怪兽，被我消灭。植物大战僵尸，你知道吗？还有点像。脑袋上顶一路障更强。哎呦，我们一起演双簧算了，我在后面配，你在前面演。赵赵，你现在行了，你有活干了啊！专职用这个，哎，以后天妈带着你四海漂流啊！哎，我专门学大怪。